好，刚刚我为你报道过，有邻居因为一堆草人，现在呢又有人因为一条蛇而邻居上面呢起了争执。这是高雄的鸟松乡一个阿嬷，好心的提醒邻居机车跑进了一条小蛇，反而让邻居起疑。调出监视器一看，这蛇居然就是这个阿嬷用扫把扫进了她的摩托车，两家人就因为这条蛇爆发了激烈的口角。我跟你讲，他会要抓。你何必安尼在吃着？但是我看画面听你大只一只。双方你一句我一句，谁也不让谁，战火一触即发。而导火线全都是因为一条蛇。你不敢嫌你看，我那只一直敢吠无，你不看。从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，一位阿嬷拿着扫把，把一条细细长长的蛇往隔壁邻居家的方向扫去。而想不到这条蛇竟然爬进了邻居家门外的这台摩托车里头。只有隔天早上，阿嬷还跑来提醒车主，有蛇爬到机车里面，还形容只是手指头大的小蛇。但之后车主觉得不太对劲，调阅监视器才发现，原来蛇是这位阿嬷扫过来的。那么远的地方赶来这里呢，然后又故意在那边停顿了一下。啊，比较有机会哦，伊在溜，哎，一条蛇塞尾来吃。我讲讲，哎呦，那蛇入来底啊，我唔敢赶出来。尽管阿嬷模拟当天的情况，表示自己不是有意的，但双方本来之前就有过节，这次又爆发赶蛇的风波，大家猛翻旧账，最后还是不欢而散。